我要介绍下一位出场的歌手。接下来上场的歌手，我无法想象制作单位是怎样说服他来这里的。他天生会唱歌，会创作，让我们所有歌手都很羡慕。他更是女歌手中罕见的能写、能编、能唱、能制作的唱将。能说，对，还能说。听他，一定要听现场啊！你们有福了，听现场。他就是。有请最后一位竞演歌手。不要离开，不要伤害。
李延亮、杨翘果，感谢各位。太厉害了！谢谢韩红姐带来的经典作品《天亮了》。韩红她出一张口，我觉得都有一种致命的杀伤力，冲到你的骨头里，冲到你的灵魂里。她改变了原有编曲当中长线条的这种铺垫。她的第一句“那是一个秋天”，不是“那是一个秋天”，一下子诉说感就自由了。她所有的声区的贯穿情绪。最后的华彩，零失误，零瑕疵，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，就是在重感冒的时候，如何零失误地把歌诠释掉。